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黎家角南昌站回洗分行 Lily。 今次要跟大家介绍的污染是位于奥运站奥运三宝之一的回港湾，发展商是顺和、中眼、嘉里和港田。今次要带大家参观的单位是九座的资室，实用面积是459尺的两房单位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即刻跟大家一起来参观下。大家看完这个单位，如果对这个单位有兴趣或者想了解其他单位，欢迎随时联络我回洗分享 Lily 查询阅睇，大量笋盘推荐给大家，下次再为大家介绍其他单位，下次见啦，拜拜。